会加强补选动作，拉抬姚文俊声势，只是这场查房内的风暴会不会就此落幕备受关注。好，只要董事长，我们讲过台北市的选战呢是首都之战，而且过去哦，除了郝龙斌之外，台北市长基本上下一站就是总统府，所以呢台北市的选战呢一向是超高规格的选战，各式各样面向检验的选战，所以柯文哲本身哦，在争取连任的过程当中哦，他要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跟各式各样的攻击跟各式各样的攻防。那同样的，姚文智参与台北市长的选战，他代表的是现在的执政党泱泱大党民进党，他的一举一动，那这个所有的反应跟所有的战略也都会影响到民党的选情。于是乎台北市的选战呢，柯文哲的选情会有外溢效应，那姚文智的选情同时也造成了外溢效应，你怎么观察这个问题的根本啊？在于民进党的高层包括姚文智的对这个时代的变化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哦，就是从2014年到2016年，从白色力量的崛起到民进党重返执政，这个的后面的推力啊，是来自于这个年轻人对时代的不满，跟世代正义，跟诸多的社会条件所助涌出来的新生力量。你的意思是说，年轻人对执政党对现状不满？对。那只是2014年的执政党叫国民党，那现在的不满移转到民进党，因为民党是现在的执政党。也不是执政党不满，而是现在的2016的执政党让支持他的年轻人产生了不满跟失望，对期待的产生落差，主要的原因啊。所以他其实在2014的这个白色力量是期待民进党来改变这种恶劣的现象，那目前的结果看起来是失望大于这个期待，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是存在的。所以柯文哲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柯文哲只是一个在这个历史潮流中的一个潮流，他是完全被这个捧出来的一个人。他第一次选这个台北市长，就是被调查局查到火大，好在选举。对，被国民党逼去选市长。对，被国民党逼去。那现在会被民党逼去。所以你看他在选市长，他当选以后，他花了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在学习做市长。所以这个人本身呢，他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我们用一句这个老妇这个老话来讲他的话，他属于这种困而知之啊，他被逼。被逼了以后，他的潜力会发挥出来。他不是主动要去做什么事情，因为他的人生已经到50几岁，50几岁人大概定型。对，中年转业很少是很少的，所以他都是被逼出来的。我要必须很坦白讲，就包括这一次民进党提名这个事情，对柯文哲来讲的话，也是个意外。他是在意外中成长的，因为他当时其实并没有心理准备，包括柯妈妈也好，包括他本人也好，都不断的重申支持蔡英文选总统，包括去向绿色和平电台去道歉，都是跟他的这些所谓的反对他的基本教育派去示好，对蔡英文示好，对基本教育派示好，示好的结果被人家打脸，然后人家照样提名，因为人家只是说你在示弱，不是示好，就一个示弱的这个柯文哲，在表现在民进党的基本教育派面前，也让姚文智渐渐心虚，这个没有机会了。就包括柯文哲本身都认为说，没有民进党的支持跟合作的话，是一个风险。当时是这样，而且当时的民调看起来，丁守中确实是守住了难以基本盘，所以那个时候蓝盘是大于这个柯文哲的支持。所以这整个情势其实是发展出来的情势，也就是说被逼出来的情势，并不是说有一个伟大的柯文哲有什么预期，有什么先知啊，有什么多伟大的本领，并没有。民进党误判他本身的实力，包括陈明文误判说啊，我们至少有25%的力量，包括民进党中央党部有做民调，现在看起来都是骗人的。你看到没有？所以中央党部对姚文智的民调根本就没有错过。那我们当时民党应该确实有做过，姚文智没有那么强，姚文智大概也是一直保持在15-6左右，一直不强。那现在我们没有在做啊，就是说，民进党确实有基本盘，比较强。但是柯文哲能够带着民党基本盘做事情，是先验血的，要做了才知道。结果这次被测试了，
非常愚蠢的让柯文哲去做了一个原来没有准备的实验，就是我搭我的基本盘，拉巴拉动，结果被证明不动，然后这个基本盘动了，然后这个基本盘动的原因是哪？就是蔡英文跟基本教育派的所谓的台湾价值，对，所以台湾价值挑战失败，就是最大的一个失败。他当初调查局去查台大医生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个人以后会出外选台北市长，所以他每一步每一步都不是他自己安排，都是人生的意外，都是人生的意外。那这一次最大的意外发展到今天为止，就是民进党的悲剧。民进党的悲剧，其实这个事情我们早在两个月前、三个月前就看到了。我认为说姚文智本身当时有很多不在支持他，还有非常大的力量，看了很多心肺。你会发现姚文智现在的力量在衰退了。对。你看活动也开始减少了，这代表什么？我跟各位报告一个事情：没有钱了。候选人最怕就是没有钱，因为募款如果钱不进来的话，很多活动没有价值。所以姚文智的车子开始逐渐在缓慢，所以我们在观察他，就是后面的油开始变得在加油。你看到姚文智现在也不去搞基本教育派了，基本教育派也逃掉了。所以当时拱姚文智出来的人去哪里了？坐鸟受散，第一个开跑，第一个开跑的叫姚立明。对，绕跑，绕跑。姚立明，有些人已经公开说要挺周金手中，就奇怪人。所以他能请人吗？不，这不是能请人，就是当时大家认为统计都有一个误判，这些人心中带着仇恨，想要报复柯文哲，因为柯文哲确实是一个让人讨厌的人。以姚文哲、姚立明或周玉蔻来看的话，但姚立明我可能不要不同看法，因为他整个市府团队目前都还是姚立明的人马，姚立明是占着最大的利益的人，那姚立明第一个闹跑是在路上。我的话我不会绕跑，我刚才看到的，我是观察这个在保这个小里面。那这个事情讲坦白话，像我逼姚文智就从头逼到底啊，你开除就开除我，我就赶紧醒啊，我就是这种人嘛，对不对？那叫始终如一。那现在这些当时搞他出来的人去哪？现在我们要回头过来看，通通绕跑。所以他现在只剩下是玩猫嘛，就今天莫名其妙跑出来另外一个人，不知道谁叫姚文智。这个姚文多很有意思哦，大家注意哦，姚文多跟姚文智没有关系哦，也没有小英有关系啊。那姚文多是谁？姚文多是蔡英文的主对，他是蔡英文的主胆，对。然后他最近已经离开蔡英文的核心了，他是被请到这个核心以外，他并不在核心内。那他为什么会冒出来？所以他很聪明。谁很聪明？姚文多非常聪明的人。姚文多我不认识他，但他所作所为，他是属于左派的。所以呢？他已经看到这个的姚文智的事情的后遗症非常严重。就姚文智从现在起到这未来100多天，我昨天在节目中讲，他选的不是个人的选情，他的一颦不笑、一举一动，伤的是民进党其他同志的心情。他会拖垮。好，那我们广告什么程度？广告之后回到节目现场。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两个月前你就判断不会好。再来，姚文智的选情不好有程度差别。2014年的案例是严胜文选情不好，但是国民党连胡志阳一起陪葬，啊，就是说国民党不只是在台北市败选，他是连桃园一起败选。好，同样的，姚文智如今在台北市的选情哦不容乐观。那民进党谁会陪葬？民进党陪葬是整个党陪葬，跟蔡英文先陪葬。蔡英文陪葬，我们从姚人多来看，姚人多不是民进党，支持民进党，只要跟民进党渊源不深。对，他是关心蔡英文，才会跑出来讲话。他才不管你姚文智死了还是他不是在抢救姚文智。
姚文智，他是怕姚文智再崩盘下去，连蔡英文都陪葬。不是连蔡英文，他已经看到蔡英文会被拖下水，他才会突然间今天跳出来讲话。那不然姚文智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他不随便，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人会去干预选举啊，或任何的重大政策啊，突然间跑到这个第一线来，已经急到这种程度。所以姚文智判处的严重性，我现在想讲，这个严重性很简单，我们都早就看到了。我们三个月前就看到了，姚文智也算后知后觉，但是有知觉总比毫无知觉好。这个是指标，就是姚文智出来是一个重大指标，因为这是这个新闻本身点到这边为止。但再反过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个时候整个就是昨天这个柯P又跑去看了李登辉，他看了李登辉的时候，但是李登辉这个啊，这个老人家真有一套。别人事情不干就不用他选总统，而直接干这个事情嘛，因为李登辉跟台北市长的选情一点毫无兴趣嘛，他只讲两句话，他讲三件事情重要，我先讲一下。第一个就是说蔡英文不听他的话嘛，他骂蔡英文嘛，他说他身边的有问题，那是故意讲这句话了，就是蔡英文的问题啊，他就已经讲身边，我没跟那么讲身边的，就是蔡英文不听话。